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。来我们热线追踪的节目现场，接下来介绍这位歌手，他堪称是开创了台湾歌坛风气之先的中性装扮的始祖潘美辰。他总是喜欢穿着皮衣皮裤，还喜欢戴着非常帅气的墨镜，而这样的装扮也让外界一直揣测他的性向。但是潘美辰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出道超过20年的潘美辰，17岁那年从花莲离家，只身来到台北参加歌唱比赛。19岁，年纪轻轻就发表了第一张正式的专辑。他每一首歌都是自己谱曲、自己写词，直接用白话的创作，真的是写出了时下很多年轻男女的心声。他特立独行的风格，很快的让他走红了。当然，讨论不断的还有性向话题。的中性装扮、皮衣、裤装，带点朋克味的发型。20年前，潘美辰出道，立刻引发话题。个性化的外表，唱出的歌词也很劲爆。音乐没有刺激到你的肉里面，那也不是符合一个音乐。我是这样的人，就是说你爱你就要爱得轰轰烈烈啊，你忘就要忘得彻彻底底。你叫我写不痛不痒的歌，我说实话我没有感觉。好，有时候你会很想说啊，我好痛。其实说实在，什么叫痛？真的要有痛，就是有心。心里面揪在一起，那感觉才叫痛。外表很中性，但是歌词对爱情却有着细腻的描述。作品和外表的极大落差，让潘美辰在当时的歌坛当中异军突起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我不明了，我在你心里有多重要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明白，潘美辰几乎所有的词曲都是一手包办，就凭着对音乐的热爱，他无师自通学会吉他。17岁报名参加歌唱比赛被挖掘，19岁潘美辰就发行了他第一张专辑。为何不见你对我有真情，无数次在梦境与你相遇，清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。第一张专辑推出短短几个星期内，在台湾销售量就达到32万张，刷新当时台湾女歌手的销售记录。而在出道一年后，潘美辰的专辑在全亚洲的销售数字更是突破300万张的销售成绩，这个记录至今在华人女歌手中无人能敌。